Oi, Charlie! Oi! Oi! GG!嘿，马丽，我战友，我是战神的睡影。今天下午啊，我本来想早上拍，结果是早上太多人了。等下我给你们看那个画面，真的很多车。今天就是挑战时间，就是推车系列啊！哇，很久没有拍了，至少一年了，差不多。这是我当初 content 我最喜欢的，有粉丝跟我在 IG 留言讲，战神快回来做那个推车系列啊！今天我挑战不是推这么远啊，我是推十圈啊，把整辆车转十圈样子就可以了啊！快抓紧时间先，黄金可是个时间呢，我们抓紧时间吧，来吧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正式开始。不过这次我妈妈没有在我这边，没有在车里面啊，因为我这次真的完全一个人，而且我要自己抓 standing。在这里，真的一个人推车都不简单。这不是推车，这是拉车。很不简单啊，各位。绕十圈，我觉得是绕一圈才对。没有办法，我只有手机，现在我 camera 被借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拍戏。哦，你拍戏啊？啊，好好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是怕等一下如果我拍到你们，我就打马赛克。可以吗？你的车推不动啊，帮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连我有 camera 了，因为 camera 被借了。就是这样，我被路人讲我好像被车坏。希望我有天猫了啊。如果挑战输了的话，我就谁敢。这样子弄什么了？呜呜呜呜呜！他扯花的，好像很难呢。那完全不简单，一个坑圈就是三。我在撞到别人，我在撞到别人家，来火一下。
没有玩臭啊，我这是摆好来吧 ，OK。等你们讲，我就是爹地哦。这可以放在我手机里。那有没有放？有啊，不嫌多吗？这样子的话，我要买两个 camera 了。
一圈，我让自己骗自己啊。走得很顺欸，走得很顺。很容易吧，好吗？推车。喂，在哪里？喂，喂，兄弟，弟，操你丫！我的枪不是这样大 ，OK， 我的枪很小的。刚刚下到斜坡，所以很滑，没有办法，拿出奇怪手段。没办法，玩外的观众啊，太满足。我所以讲，实际上在玩臭自己。怎么样啊？差不多停不下来。
啊，不是，我在拍摄。没有办法，还是使出鬼招。你是菜鸟，好像很厉害吹牛。好像自己骗自己一样。哦，真有味啊！还是变成五千算了。第五圈，真的，第五圈了。又来了！Yes， 最后一圈了。不好，十圈变成五圈了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太累了，而且很重，我又怕车坏。算今天挑战算成功一下。我回去要大声大声瞌睡啊，我要猪了。好啦，影片到尾尾了。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来观众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。如果你是看到订阅按下去，如果你是看到那个门铃的话，请记得按那个门铃。放心，这个五个方向都可以的。如果他真的有一次叫他陪我一起推车吹五千就可以了，怎么样？开玩笑吧。好了，等待我们新 video 了，拜。